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阿苦。超人版第三次机器人大战第三十话开始了。那我们上一话的重点就是我们说服了，是用 Judo 说服了普鲁加入。普鲁，然后开 Chubele Mark II， 还有让那个 Green Tessa 立刻去说服玛利亚，然后玛利亚也加入。这两个可以说是很重要的反之一，玛利亚跟这个，然后普鲁又有幸运加热血，所以说他可以借由地图兵器大量升级本钱，所以我们可能在比较后面的话术还会让他开那个百事或者是礼类的，现阶段我就打算让他等级就固定43级这样子。玛利亚的话也有幸运加热血，而且还有必中哦。某种程度来说，这种以超级系来说，这种精神组合可以说是完美，非常好。所以呢，二话不说啦，去开大魔神啦。没有比他更适合开大魔神的啊！我甚至还想说给他开格林，我甚至还希望能拿开格林泰莎，可是没办法，格林泰莎不能换人来。所以我整到玛利亚去开那个龟斗马金刚，可以把那个假儿跟铁爷滚吊打到一边去了，这两个已经没有用了。对，然后还有一点是牧场光现在已经52级，他好像在一级就可以二动了，所以说在这边的话依旧让他维持开小飞机，等到他可以二动的等级之后呢，我再让他回去开那个维纳斯，就是布兰号，让他做补血，而且做补给的更的，毕竟他有补给嘛，然后再搭配那个布兰号的物理装置，主要是做这种类型的角色定位，不会让他出来上前线这样。那上前线其实是没有避中，其实也很难搞啦啊！你有幸运有热血，但是没有避中，你又不是真实系，打不到人也没什么用。然后现阶段大致上就这样子吧，下一关，留你四字，留你大概在五级才可以二动这样。这一关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试试拼命看他二动这样。不过三十话有一个特殊条件要达成，所以说以那个为主啦，那个条件为主，优先条件达成那个顶为主。现在就这样子吧，我们进入下一话。哦，终于要换盖特居了，终于啊！好，这一关就是两只对抗这一堆，用屁股想也知道这两只一定是打不赢这几只的啦。早已你米七鲁有爱是不错啦，但终究也就这样而已了，根本不能拿来上前线。而且必中跟击中这两个精神指令，其实只要有一个就够了，两个都有是很没什么必要的。那再加上 Gato Q 的性能也不用讲啊，就没什么威力可言了。德克萨斯号还好一点，但也只是这样而已了。虽然说有幸运啊，但不用练了。对啊，练了也没屁用，然后他就开那一台而已。所以说我们这一关的开始就是我们就先逃啦，逃到我们的那，不要跟这些敌人打。
果以正常来看，追冠敌人配置没有那么强啦，感觉还蛮弱的。所以等到我们的人一来的话，这些敌人应该不是我们的对手的，总之我们就继续逃。OK， 来了，这关只能派13台哦，这也证明了这一关敌人根本就不怎么样，所以才只要13台就够了。好，这样子啊，牧场光，然后盖特这一关可以不用派，万丈多给一些超级系，瓜多罗、阿里，然后人开撒、玛利亚。再犀利哦，再犀利派一下好了。哦，爆马。好，我们就赶快冲到前面去。啊，阿姆罗，不管怎么样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位置，怎么样走？都只能打三只而已。哦，可以打四只的，去打吧。这关就打快一点。这边还有两套，然后上面有一堆亚古多多搞嘛，契合两次就够了，哇多！啊哇，修你！OK， 组成。然后下面那只寡阔呆嘛，能给玛利亚、爆马、莱丁、留级。
哇，满了40级，好惨啊！没什么，最近都没他什么出场机会。哦，梅塔斯跟塞西利，梅塔斯跟那个马里。我们现在等这个下来，就我们这一关重点。哎呀，打到了！哎呦，打战舰哦！某种程度来说是蛮聪明的选择呢。耶，厉害哎！哇，不用担心啊，我有攻击啊。哦，好，不错。哇，修你！看看这一关，看看待会的那个可不可以让他一次二动？打手笔呢，我用两次契合呢，三次契合呢。攻击力不够，啊，好亏哦！花三次契合就还是不够打死这一堆家伙，哎，伤了。这一堆嘛，好爆嘛！OK， 打出来了9068。这一只大坦克，红坦克，我打算给玛利亚。我先做好预备，幸运加热血。6，然后再少一点，也太多了。
刚刚那个阿姆用过一次地图炮。好。哦。还是再消一点好了。好，补刀啦！赚啦，1350加36000元。哎，不过上面这龟哦，啊，打不死真是好可惜哦。都躲开了。啊！那小飞机有危险啊！啊！啊！这样子的话，梅塔斯跟小飞机就直接离开呀。我打算给那个方便这一局，我哇修你47嘞，再用地图炮打死他们这些也没什么意义。我哇修男爵48哎，那不管了，就先这样吧，把这边都清掉，那留下阿修罗男爵。到了，混账！没事，哦，躲开嘞，哦，97耶，哦，见鬼见。
后接下来是最后阿修罗男爵，我打算让那个让玛利亚去解决他。不过在这之前，这些就是瓦西欧尼跟戴巴都先下来，啊，先处理这家伙。OK， 打死了。百二，应该。但 OK， 两级。OK， 玛丽可以补小飞机。那接下来先把这边都清光。这点击比较高，最高好像是十二号，十二。挂马吧。OK， 打死了。好啦，这些敌人随便清了，因为等级都不高啦，都四十一、十二左右。就赶快清掉这些敌人。好 ，OK， 然后这边还剩一只，这一只就给华多罗。好，这边就来丁，就直接用那个了。用那个飞鸟攻击。好，这边点清光了，就剩下阿修罗男爵跟这一只。阿修罗男爵一定是最后打啦，然后在这之前。先不要轻举妄动，等这只点下来，然后等玛利亚再上去的时候。哦，阿轩就下来了。接下来就是做这个动作了，睡格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打转男。
哎，我觉得有点担心，防万一。好，下回又怎么办 ？OK， 打地可，好，不放心呢。玛丽亚，圣巴玛丽亚，要血！我不要打死我，拜托，千万不要打死他。OK， 没问题。哦，这敌人，阿修安杰开那一台真是好薄哦。因为他血那么多，现在敌人的装甲都那么硬，这台装甲才多少？200而已，薄跟什么一样。好，就不客气啦。好，1400加30000块。哦，自从 DC 夺来的 MS 当做谢礼，莎莎比，耶，得到莎莎比了。然后这一关结束，可能就可以开到盖特区了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人先撤退。哎呀，有援军，敌人援军。然后五藏开盖特山去单挑。啊！再见了，五藏。新的驾驶员变庆。
五，一定要这个五五的吗？很破坏气氛呢、欸。好，之后呢，盖特三号的驾驶员改由变庆来担任。好，这一关三十话结束了，我们先做几个吧。有玩过激战的人大概都知道武将的事情、啊、这是盖特原著的剧情，所以我当然知道。哎、欸，我就算当年第一次玩到这个剧情的，我大概也知道这件事。哎、欸，因为我小时候去看《盖特机器人》动画，所以说这个事情，这段剧情是我一定。当然，如果你之前没有接触过的话，你大概会觉得有点感伤吧，是啊。不过还好，就是有变庆的加入，盖特机器人依旧还是可以正常。所以说，盖特居接下来应该就很快就可以登场了。然后呢，除了这个之外呢，我们有个重点就是得到莎莎比。刚刚说服了奈达之后，他给我们留下机擂台。新鞋下里面下开机体，性能不用假，非常好。他真要说缺点，他就是没有爱立场吧？哎、欸，对，跟 New Gundam 比的话就是没有爱立场。但是武器来说的话，感应炮射程八格，比 New Gundam 短了一点，但是威力也差不多，都是1200。然后还多了这一招光速Beam Shoulder Blue， 就是枪，射程五空。比一般的远一点，然后呢，攻击有1000，而且命中补正还有120，半硬度来说其实更高，只是说它不就没有光速防护，没有 ID 场，所以说不能挡光速攻击，也是我方钢弹系的主力之一，所以说待会一定会改造，一定要改的、啊，这么好用机体怎么改嘞？对。至于给谁开，我还在思考中啊。那是之后的，那可能就是晚点我再自己想的问题。但是改造这一台的改造基本上是不用考虑的，而且它洗有3600呢，没有改造的话，所以说它可以改到4000多没有问题。看4500呢，好不好？修你改一下装甲，要3000，要300。它洗算蛮多，跟 New Gun 比的话，你看 New Gun。刚开始加的话才2900吧，2900还多少？2000多而已，要改到3500。但莎莎比写都4500了，再改造才10000而已，所以它可以改到5000多都可以，多夸张！像其他的那钢弹都已经不太能改了，可以还可以。啊，力钢弹都已经。改造一次要20000块了，装甲10000。好 ，F91 改鞋 ，F91 H 的鞋我好像基本上都没什么在改的样子，不过3200应该还可以。那个钢弹系驾驶员，我主要都希望他们的 HP， 就是他们的鞋都在3000多，要不要冲到4000是还不至于，但3000多不用想的啦。哦，还有地方想改小飞机。再改一下，改到2300，这样它可以补2300的 HP。然后超级系的部分 ，Quintessa 光甲再小改一下，回头把金改。反现在钱不算少了。
OK， 就这样子吧，剩下的可能就留给盖瑞机器人去。剩下的那个资金可能就专门给盖瑞机器人去之后加入金。好，那我们这一关就到这边结束了，那我们就第31话再见咯，拜拜。